勇者的新一代，很久没玩了。新一代，来来来，开始吧。好，我烟灰。好，大家开始了。啊，这场是美美在玩哈，新一代。Isenasa。快一点哦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好，下雪，好。好。陈，你帮他挑一下那个，他的那个条码名字在哪里？对对对对，这里是是这个 Ruby， 你帮他选，帮他选，你会按吗？哦，选到了，选到了，等一下啊、哦，好，先不要按，先不要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冒险模式，上面不要乱选，好，一个 C， 等一下啊、哦，要选什么？你不要按啊、哦，不要按啊、哦，未持有盖有过站的时候用这个这。去粘第一关，哎，这完全不一样了，完全不一样了。这个印章就是记号，扫描盖有，你两个一起按，两个一起按，蓝红一起按。将不使用通关印章开始冒险，是，按确定，确定，等级头目出现了，哇，直接出现头目哎！胜率等级10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过关未解除等级锁定，提升等级来解放。等一下我看一下。算是啦。过这个也可以啦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啊，你选，你选，再给你选。哎，战士的话，好好好，确定。你自己选啊，你自己选啊，你要哪一个？你自己选啊。好啊，选进就好了，确定就选啊。按啊，按啊，按键就好。哎，这完全不一样，阿成。哎，你不要弄他，你帮他选。选装备。那个剑。盾盾盾盾盾盾，库尔纳德之盾，好。你拿自己按。哎，你不要急，不要急。海神之剑，库尔纳德之盾，好久没玩了、哦。盖。卢比出现了。好，像选魔物啊。给他那个，先给他蛇吧，龙头啊！我头发嘞，头发挡住而已，再换再换。好，三头龙，三头龙，对对对对，成，选下面，特殊扫描，整把按下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超过扫描，好。你先选，你拿选那个龙。OK OK， 你看没没按？好。哦，好久没玩了，我不知道这过812等级，不知道过得了过不了。有下，其实这个很好玩。对。这很好玩，只是这个比较难一点。不是比较难，是真的。一个色。别看了。要龙出现了，妹妹，龙出现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4500滴耶，我忘记了，我忘记怎么按了，等一下，妹妹，等一下，你要时间到要按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力量提升了，物理攻击提升，
啊，防御力提升。突然的铁臂防御，防御提升了。你先把，先点一点，各点一点好了，点一点，先选一点。各选一点。我有点忘记怎么玩了。全部红色，给妹妹按，给妹妹按，给妹妹按。给妹妹啊，没关系，等一下你按，你不要按，自己来，你教他就好，等一下换你玩啊，火焰气息，准备哦，你看他怎么按，红蓝红，哦，很棒，最快的，哦，好痛哦，你要看时机要按哦，红色，可以。准备哦，两个线，连打，连，好棒，连按哦，再次，哎 ，great， 哎，还有两次 great，nice， great， 这个是我问，这个是我超级，对。可以呀、啊，这个超级强。有，我们的龙还是很强的。不违背我们那时候刷它刷那么久。来，主角，你让他自己选呐、啊。有他们三个的。全部哄，没关系，主角不要太快放大拳。应该可以直接秒了。不用想了啦，不会痛的。哎、欸，我忘记要怎么把那个隐形的那一只叫出来。要问老板一下好了。打死你！打太大。哦，好痛哦！掉了啦！哇，1400多，海波斩，你看按准哦。我这个打。海波浪，可以再快一点点。五连暴龙蛋，你按，轻轻的，妹妹轻轻的 ，great， 再次，五连暴龙蛋，你要不要扫描出去？他狙了 ，finish， 对，他会不会出怪物？江龙打倒了，啊，我还想玩，有啊，还有吗？然后下一关了。好，你要换哥哥，交换，你等一次啊。卡片要送卡片。看是什么卡片？看哪三张？这个还是好玩啊，是有点忘记怎么玩了。哦，有没有机会？哎，直接出这个哎，特殊卡片呢？那一定要。直接特殊卡哎。稀有卡。不错了啦，直接特殊很好了。哦。哎，是直接四个的，你要先买这张。这个一定要。这个要有，这个我们没有。啊哈。骑士长袍，他等级都比我们高了哎。先选那个特殊卡 SP 的玩家等级，等一下你这个给哥哥按一下，你哥哥会帮你按，先不要升等级，我们先买特殊卡。好，这张，好，按，选这张。耶、yeah, ，特殊卡，二重切，这样我们多一张可以用了。出现这个标志就可以按下龙板机。哎，有没有特殊卡了？下面的特殊卡，哎，我们那个稀有特殊的，这个是最强。对，上面的是超级稀有的。不错了，我们第一张拿到这个就很好了。这个是什么卡？我看一下。
妹妹是运气王。啊？运气王。哪里运气？真棒！结束，结束，结束。结束，结束。掉了没？没有，没有东西，我们再买，我们再买等级。好，你先把那个卡片拿来，卡片，等卡片，等卡片，按两个跳过说明，两个一起按跳过说明，好，等卡片。等一下，等我拍完卡片。好，欢迎妹妹。等一下。哦，特殊卡哈。好小一张。真的很小一张。啊，可是它有那个，它是可以加 SP 的。陈，你帮我按一下中间，你帮我按一下画面中间，点一下画面中，中中间、中间、中间、中间，点一下，来点一次。爸比，我没有。啊。好了。等一下，二重切特殊卡 SP 的。哎，这个只要一个 SP 耶，这个可以用，真棒。好，那就下一场咯，拜拜，换妹妹，换晨晨，拜拜。